有的话在公屏上打一个有，对，有的话打一个有，没有的打一个没有。哎，阿妹，我仔细看一下。哦，你这是天生的娃娃脸。对啊。哦，哎，阿妹啊，你要是不跟我讲你今年24了，我还真看不出来啊。很多人都是这样问我的。好多人都是这样问你啊。对。哦，这也造成了你的一个困扰。对啊。哎，其实也挺好的，娃娃脸嘛。娃娃脸呢，它比较有福。你无论是你再长个几年，就算你再长，还是这样。哎，哥哥姐妹，你们看一下，哎，这个阿妹天生一个娃娃脸啊，太漂亮了是吧？哎，哎，阿妹啊，哎，你这拿的是什么？嗯，就是上山干活去用的呀。哦，上山干活用的。对。哦，我刚才我还以为你这个是什么，像古代的那一个叫什么带刀侍卫呢？哦，不是那一个。对。哦。那阿妹，你们这是什么村呀？嗯，离老挝近嘛，就叫。哦，就叫。老挝村啊。老挝村。对。哦，哥姐们，这里是老挝村呀。那阿妹啊，你们这边的泼水节还有多久到？嗯，这个月的14、15号吧。这个月的14、15号。对。哦，就是泼水节吗？对啊。那泼水节都是有什么传统呢？把水泼在别人的身上，就是象征着很好的寓意嘛。也是不太了解，因为我们这里不经常出去嘛。哦，你们这边不经常出去。对。哦，那你们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泼水节那一天也会泼吗？嗯，会泼，就是寨子人泼寨子人那种吗？就是寨子泼寨子人的那种。哦，这个意思啊。主播红包能抢吗？还有30秒，你有问的功夫，你抓紧时间去抢左上角的红包。哎，阿妹啊，我问一下，就是，你们这边，你今年24了，有交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对。哦，怎么这个年龄怎么还没有交朋友？嗯，我们这个村子男孩子比较少嘛，每家都是2个女儿或者3个女儿，就是这样，男孩子比较少。哦，每家都是姐妹花。对。几姐妹在一起。对。男的比较少是吧？对。哦，怪不得这个阿妹乖呀。哦，那你们看一下这个阿妹漂亮吗？有没有喜欢这个阿妹的？喜欢的在公屏上打2个字喜欢啊。主播再发一个红包。那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还有多少个新人朋友？没有抢到红包的在公屏上扣1。助理统计一下刚才有多少个人没有抢到福袋红包的，然后呢再给他们发一个，没有抢到的扣1，抢到的可以送给自己喜欢的主播，喜欢主播的可以来一个小心心。哎，有多少个没有抢到的呢朋友们？哎，阿妹啊，哦，还有就你们这边，哎呀，见到你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讲话了，有点语塞了，阿妹。主要是呢，我来到这边啊，我看女孩子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，我倒是第一次见。啊，长得这个娃娃脸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女孩子。哎，阿妹啊，你们家里面几姐妹都是娃娃脸吗？嗯，不是，就我一个。哦，就你一个。对。哦，那你还是就是姐妹花里面的熊猫喽。嗯。是啊。哎，哥哥姐妹，这个阿妹人太好了。左上角呢，有一个加号没有点的点一下。这么多人没有领到刚才的福袋是吧？我再给咱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发一个福袋吧。左上角呢，我又发了一个福袋，没有参与的哥哥姐姐抓紧时间参与一下左上角的福袋啊。哎，已经发了，就在我的头像下面有一个福袋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啊。哎，阿妹啊，哦，你们这边，我到这边来是有一个事情的，是有一个事情，可能要劳烦你，帮一下。什么事情啊？你说。你关注我这么久了，对吧？对。你也了解我是一个全国旅行户外主播，然后呢，你以前是不是看过我的作品还有直播？
看过是吧？我每到了一个地方，我都会把当地的人呢，像你这样的美女呢，然后组织起来进行一个表演。哎，我要拍一个视频。你这个，你们村子里面，我听说你们这边家家户户都是姐妹花。对。那等一下，你看能不能就是说，帮我通知一下，你下午的时候，下午2点钟吧，2点钟咱们就开始。2点多他们还回不来，从山上，下午要5点左右吧才回来。5点左右才回来。5点那时候你有时间吗？5点有时间吗？那哥哥姐姐们。5点钟你们有没有时间？5点钟呢，我打算用这个手机给你们拍视频，这个手机呢给你们做现场直播。你们有时间吗？哥哥姐姐们有的话在公屏上打一个有啊。对，有时间的话在公屏上打一个有，没有的打一个没有。5点钟有还是没有？哥哥姐姐们，5点钟如果有时间的话在公屏上打一个有啊。哎，阿妹啊，5点钟的话，那个时候，5点钟你确定，就说能叫来吗？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可以。哦，那阿妹，你们这个是什么民族？我们这是属于傣族。你们这个是属于傣族？对。傣族哦，怪不得穿的这个衣服这么漂亮，啊。人又美心又善啊。阿妹啊，哎，你关注我，你也知道我不是什么，就是我不是什么好人，呸呸呸，哎呀，这讲的什么语无伦次的。你也关注我这么久，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什么坏人，我是一个好人。然后呢，我的工作呢就是说去拍作品，然后呢带直播间的粉丝，就是关注我的人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民风习俗。哎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民风习俗。主播你问一下这个阿妹带着那个东西干什么的啊。那我问一下哥哥姐姐们，我问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手机有点热啊，我把降温器打开一下，你们等一下。哎，等一下哥哥姐姐们，前面呢有点凉。哎，阿妹啊，你能帮我拿一下这个支架吗？我的手机有点热。哎，对，有点热，我要拿一个降温器，等一下呢再卡掉了。哎，哥哥姐姐们，我把这个降温器按一下，稍等一下啊。这里有点太热了啊。在这里好了，按好了。哥哥姐姐们，我把这个降温器打开。在这，哎，手机温度有点高。哎，好了，哥哥姐姐们。现在卡吗？卡的话打一个卡。来，阿妹，这个就拿给我吧，谢谢啊。哎，阿妹啊，哦，你说的你家还有多远到？就在前面就到了是吧？阿妹，你看，就是说我的车停在那个，我开的是一个房车过来的，然后我的车呢在你们村门口。等一下呢，能不能就是说，借我点米，给我拿点米。然后我到车上面去煮一下饭。你们这寨子里面有饭店的话我就不用煮了。寨子里面没有饭店。哥哥姐们，寨子里面没有饭店啊。主播红包怎么抢的，你快教我。还有哥哥姐姐不会抢吗？那我教一下你们啊。我教一下你们怎么抢的啊。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，点开咱的直播间啊，点开小陈哥哥的直播间，在这里点开它，我听一下有没有杂音啊。哦，哥哥姐妹，杂音呢是降温器的声音。因为手机呢现在有点热，有点发烫。在这个地方我先教你们抢吧，在这里点开它，去发表一下评论就可以了。哥哥姐妹，没有参与的抓紧时间参与一下，
左上角的红包。哎，那阿妹啊，哦，你等一下，给我帮我拿一点，米就好了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哦，因为呢，你看，我的车上面也有能做饭，我就不麻烦你们了。哎，你等一下给我拿点米，我到车上面去做就好了，可以吧，阿妹？哦，真的太善良了，这个阿妹，这个阿妹善良的话，在公屏上打两个字善良。对，认为这阿妹善良的打两个字善良，哥哥姐妹。卡拉主播，卡吗？哥哥姐姐们，卡的话打一个卡。哎，现在温度降下来了，我把这个降温器关一下吧，免得有点吵。阿妹，你家还有多远？就在前面。哦，就在前面。对。哦，这里有个房子，这个是吗？对。这就是你家。哦，真的，哎，阿妹啊，哎，你们这个房子我看起来，怎么是，那种像那个泰楼的那种形式啊？什么是泰楼啊？是傣楼。傣楼。对。哦，你们这种房子是那种傣楼是吧？对。哦，怪不得啊，哥哥姐姐，你们看一下，他们村的房子都是这种的啊。哎，真的，民风淳朴。阿妹，要不说就是说，你们这边的人都是民风淳朴，而且呢，像你这么善良、这么美的女孩子，我倒是第一次见。我们村子里面都像我这样呀。你们村子里面都像你这样？对啊。像你这样人美心善吗？对。哦，哥姐们还真的是啊，这个阿妹真的是人美心善啊。主播辛苦了，不辛苦啊。今天呢，我既然说了。下午呢，给你们拍一个作品，就当地的一个民风习俗。哎，阿妹啊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就是说民族，就是说那个表演吗？嗯，孔雀舞和傣舞嘛。孔雀舞和傣舞。对。就是孔雀舞是什么？就是孔雀跳的舞吗？嗯，不是。哦，不是。对。那孔雀舞是什么？这样比让你跳呀。哦，怎么样，你先比一下，我看我有没有见过这种舞蹈。就是这样。就这样。对。哦，兰花指。就是像孔雀的嘴巴一样，这样比着。哦，就像这样，这样比着，然后这样跳是吧？对。哦，那你们这边的女孩子都会吗？嗯，我不会。哦，你不会。对。你怎么不会呢？没有学过嘛，但是我三妹会。你三妹会？对。哦，确定是三妹会啊？确定。哦，三妹会跳。那哥哥姐妹啊，你们想不想看他三妹跳？想看的在公屏上打一个响。等一下呢，他三妹回来之后，我让他们三妹给你们唱一个，跳一个，好不好？哎，阿妹，哦，你家还有多远？就在这里。哦，那阿妹啊，麻烦你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那麻烦你帮我拿一下这个，米好不好？可以。好，哎，真的太好看了，这阿妹，哎，人太善良了，啊，那咱们在这里等她，哥哥姐妹。我感觉呢，就是说进入这个女孩子家里面有点不礼貌，哎。你在中老边境，对的，主播现在呢是在中老边境啊。红包能抢吧，主播？红包可以抢，在这个位置。点开。去发表一下评论就好了，现在只有一个人参与啊。哦，这阿妹，哎，你怎么把这个袋子拿下来了？这好装一点吗？哦，好装一点。哦。哦，这。啊，哥哥姐妹，这是要给我装，哥哥姐妹，哦，阿妹，少来一点，少来一点，多装一点嘛，这里离镇上也比较远嘛，我多装一点，对。
少一点就好了。其实，哦，多装一点。哦，这阿妹人太善良了，是吧？那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喜欢这个阿妹吗？喜欢的在公屏上打两个字喜欢啊。对，喜欢这个阿妹的打两个字喜欢。我看一下咱们直播间有多少个哥哥姐姐是喜欢这个阿妹的。哎，阿妹人又漂亮又善良。红包抢完了，主播能不能再发一个？哦，哇，阿妹啊，哎，你给我装，哎，这么多哦。对啊。这有点多啊，阿妹啊。那不多嘛。啊。这装多不够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咬啊。哦，不够还给我咬。对。哥姐们，这，哎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家里面就这一点米了吗？对啊。那你一下子给我装这么多。这里离镇上比较远嘛，然后你要在这边玩几天，然后就多拿给你一点嘛。哦，就你想让我在这边多玩几天。对。哦，哥姐们，你们看一下这个，这个米阿妹给咱们装的多还是少？多的话打一个多，少的话打一个少。哎，这个阿妹人又善良是吧？主播再发一个红包，那我再给你们发一个啊。左上角呢又给你们发了一个红包啊，哥哥姐姐们。这阿妹人太善良了。这阿妹善良吗？那你们看一下阿妹给咱们装的多还是少？就这个，他家里面就这一点了，就这一点了，然后给我装了这么多，哎，哥哥姐姐们，那你们看一下这阿妹是不是善良？善良打两个字善良。那阿妹啊。哦，这个确定都给我。确定。你要是给我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不用跟我客气嘛。好，那谢谢了，谢谢阿妹。不用谢。哎，谢谢阿妹，阿妹太善良了。那阿妹，哦，打扰你了。等一下呢，我先到车上面去煮下饭，煮好了饭，然后我再过来。就是说下午你不是说五点钟吗？对。五点钟，然后咱们，拍一个大合集，好吧？好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哦，那我就走了，阿妹。哦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你车上有菜吗？哦，我车上面有菜吗？对，没有，我在家里面给你拿嘛。哦，你家有多余的菜是吧？对。啊，哥哥姐们，这个阿妹，哎，哥哥姐们，我车上面确实菜也吃完了，那这个阿妹给咱们拿，那你们说咱还要不要？要的话打一个要。主播上午好，上午好。上午好，要的话打一个要啊，哥哥姐们，今天呢这个阿妹。我在那里，就是直播的时候，这阿妹突然过来给我打招呼，她说那个，这阿妹突然给我打招呼，她说那个，哎，你是那个小陈哥哥吗？她对着我说，哎，我就说，是啊，她说我关注你好久了，然后没想到还真的是那个我一个粉丝，然后她这是今天在她家里面借的这个米，她说呢，她还家里面还给我拿点菜。那你们说咱还要不要？要的话打一个要。哎，要的话打一个要。那阿妹，那真的，你太善良了，那我就不给你假客气了。好，那我给你去拿。哦，那给我去拿。哎，你们看一下这个阿妹，真的笑容满面啊。哎，满面春风的。真的是，这阿妹真的是人又善良又漂亮，而且呢人心肠也美，真的太好了，哥哥姐们。哎，阿妹啊，哎，你这个灯怎么不拿走？哦，就这个袋子，带灯。哦。对。哎，阿妹，哎，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腊肉。这是肉。对。怎么乌漆麻黑的？拿烟秋的嘛，更好保存。拿烟秋的更好保存。哎，阿妹，你小心点，别弄到你裤子上面了。哎，你把这个提起来。哎，稍微有点油哦。哎，阿妹，你确定把它也给我？确定啊。
那哥姐们，你们说要还是不要？要的话打一个要。阿妹善良是吧？那善良打两个字善良。主播红包怎么抢的？红包在这个位置啊，点开，点开这个红包，去发表一下评论。哎，对，去发表一下评论，每一个人都能领的啊，这个红包。现在呢，只有一个人参与，没有参与的哥哥姐姐抓紧时间参与一下。哎，那阿妹啊，哦，既然这个你拿给我，我真的不客气了。嗯，不用跟我客气嘛。哦，那谢谢阿妹。啊，不用谢。哎，真的，阿妹又善良又漂亮。哎，那阿妹啊，那你能帮我装一下吗？这有点黑。嗯，可以，我去拿一个盒子。哦，阿妹善良是吧？那你们说，哥哥姐妹，这阿妹人这么善良，主播呢也不是一个，什么小气的人。那你们说，咱小卖部要不要去？去的话打一个去啊。哎，阿妹下来了。哎哎，这阿妹，哦，这个是给我装，哎，谢谢，哎，装进去。哎，这手都弄黑了。啊，不怕。哦，不怕。对。哎。那这个也给你吧。哦。拿去车上吃。哎，这个你先给我，我先放地上。啊，阿妹，这个是。香蕉。香蕉。对。啊，你打开看一下。哥姐们，这阿妹啊，这是啊，放的时间太久了，让它破了，我没有注意看。我放的时间太久了。对，这个就不给你了吧。啊，哥姐们，主播你不要浪费阿妹的心意啊！啊，不要浪费阿妹的心意啊！那你们说这个香蕉的话，咱们要还是不要？阿妹的一番心意，你就拿着吧，回车上吃。啊，那这个还要吗？要的话打一个要。哎，阿妹，我看一下这个，哇，这都软了。哎，放进去。哎，要的话打一个要啊，哥哥姐妹。看，哎，阿妹啊，哎，你把那个香蕉拿过来，哎，拿过来，哎，我看一下，里面还，这个香蕉，哥姐们，你们帮我看一下，这个香蕉还能不能吃？哎，能吃的话打一个能，我给你们打开一个看一下，打开一个看一下，哎，哦。这还能吃吗？阿妹啊，这还能吃吗？不可以吃了，放太久了，它烂了。不可以吃了是吧？对。哦。能吃，你赶紧吃吧，主播，好吃的很。啊？这个香蕉还能吃啊？那能的话打一个能啊。能的话打一个能。不能打一个不能，我听你们的，哥哥姐妹，怎么还有人给我说这个香蕉香得很呢？不能，不能，那我就丢掉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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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上去，哎，哎，哎，丢上去，哎。我谢谢你一番好意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。真的，这个阿妹人太好了。哎，那阿妹啊，那你帮我，那阿妹啊，那你帮我，那阿妹啊，那你帮我，我帮你拎一下吧。哦，帮我拎一下。哎，这个香蕉的话，哎，这个香蕉就先放，哎，先放在这里。嗯，我的车呢停在那个站门口，哎，你跟着我走，哎，就停在那个站门口那里。哎，哥哥姐妹，这阿妹人太善良了，是吧？善良打两个字，善良。哎，咱能不能在公屏上打两个字上人呢？因为主播呢，开播这么久以来啊，我感觉，磨磨唧唧的。怎么还有人说主播磨叽呢？
哎，认为主播墨迹的打一个墨迹啊。哎，阿妹啊，阿妹啊，不瞒你说，我的车呢，停在那上面了。那上面啊？哦。有点远。就是从那上面，我是从这下面上面走下来的。你说离下面还有很长一段的路程吧？还有很长一段路程。对。那阿妹，这个米的话，要不你先，放到你，放到你那个。家里面，放你家里面。你等一下呢。哎，阿妹，你有手机吗？有啊。有手机。对。哦，你就是等一下呢，你放在家里面，把手机拿过来。对。拿过来手机呢，你跟着我到山上面去看一下。哎，我那个车的话，到底是你拍张照，然后给你大嫂看一下哪里坏了，然后你给我发个信息，好不好？对。好，那谢谢你啊，阿妹。主播，你的车怎么停上面了？因为我导航是导航到上面了，所以说呢，我就把车停在上面了。阿妹挺善良的。哦，阿妹善良，打个善良。左上角的红包现在只有一个人参与，没有参与的抓紧时间参与一下左上角的红包。卡了，主播，卡吗？朋友们，卡的话打一个卡。哎，对，卡的话，阿妹去哪了？阿妹呢？先把她的米放下来，然后她拿着手机啊。在上面给我，拍一个我车哪里坏了，回来给他大嫂看一看。卡掉了，主播。哦，这么卡吗，哥哥姐姐们？哎，阿妹。哦。阿妹来了，哥哥姐们，阿妹来了。哦，阿妹手机拿了吗？哦，拿了是吧？你到上面帮我看一下，帮我拍张照，就是我车坏的那位置，你帮我拍张照，然后问一下你问一下你大嫂到底是哪个原因。哦，咱从这边走吧，阿妹。从这边走。这个阿妹人太善良了。哎，阿妹啊，你怎么24了，然后都没有找那个？那不是说了吗？这里男孩子比较少。哦，男孩子比较少。那咱们直播间的有没有喜欢这个阿妹的？有喜欢阿妹的，在公屏上打两个字喜欢。我看一下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喜欢这个阿妹的。哎，阿妹，你今年24是吧？对。哦，这个阿妹呢，今年24了。就是长了一个娃娃脸。哎，你扭过来，我看一下阿妹。哦，这阿妹真的是天生一个娃娃脸啊。哎，真的是一个天生的娃娃脸。看一下啊。哎。确实，哎，这个娃娃脸长得真的。阿妹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就你这种脸型呢，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是你这种脸型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今年40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是带我从事互联网的，也是我的一个老板。然后呢，他今年40了，是一个女的，但是呢，她看起来就跟20出头的一样。对，这么年轻。哦，能外出吗？那我问一下，这个阿妹能不能外出啊？阿妹啊，就像你这种姑娘的话，24的话，能外出吗？我跟我小妹吧，但是还没嫁出去嘛，然后可以外出，然后我大姐就在家里面。哦，就你们，
家里面大的就留在家里面，必须要。对。小的可以外出。对啊。哦，阿妹啊，刚才呢，我就是从这里下来的。对，我就是从这里从山上面走下来的。哦，那咱们就从这里上去吧。哎，小心点，阿妹。哎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哎，哥姐们，看一下这个阿妹，她上去啊，给我看一下。哎，阿妹啊，那我问一下，就像你这种，这有个棍子，你拉我一下。哎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哎，你拉我一下。哎，这有点高。哎，谢谢谢。哎，哎，就从这里上啊。哥姐们，那你们有没有喜欢这个阿妹的？喜欢呢，在公屏上打两个字喜欢。有点吵，主播。是降温器的声音。我把降温器关了吧。我把降温器关掉，应该就不吵了。我已经关掉了，哥哥姐妹。降温器关掉了。那阿妹啊，哎，阿妹，还实在是抱歉。嗯，不怕，等下回去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回去洗一下。哎，这个阿妹，哎呀，这里阿妹，哎，咱稍微就是说走点没有那个树杈的路，因为我的车还停在上面。你离那个远一点啊。哎，从这里走吧。我喜欢这个阿妹，那喜欢这个阿妹的对着阿妹点点赞啊。主播开播这么久以来呢，点赞从来没有到过一万，我看一下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能不能给我点到一万啊，哥哥姐姐们。哎，阿妹啊，你就是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？会疼人的吧，年纪比较大的那种。会疼人的。对。年龄。那你今年24，你如果找的话，就找个多大的？如果大上十多岁的那种。大上十多岁。对。哦，那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种人啊？有没有比这个阿妹大个十几岁的？有的，在公屏上打一个有。哎，阿妹啊，不是应该找一个24、25的就好吗？找男人嘛，就是要找比自己大的，然后他更会疼人嘛。找的话就，比自己大一点的，他就更会疼人。对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阿妹，小心一点。哎，你离那个树远一点，因为把你的裙子都弄脏了。咱直播间有没有就是说比这阿妹大一点的？我家儿子35岁了。行吗？那个楚阳，你家里面儿子35岁吗？咱们对着这个阿妹点点赞啊。卡了，主播卡掉了吗？朋友们，卡的话打一个卡，我再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发一个红包吧。哎，左上角呢又给你们发了一个红包，没有参与的参与一下啊。哎，阿妹，还在上面。对。哎，阿妹，就
35行吗？还要大一点。还要再大一点。对。我再大一点有点那个，不行了吧？再大一点那都也太大太多了。嗯，就是要那种的。就是要那种。对。哎，你们这边就那种叫什么？嗯，老乖。老乖。对。哦，你要找一个老乖。对。哦。大十几岁的。对。那咱们直播间有没有？有的打一个有，没有打一个没有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。哎，阿妹，哎，还在上面。嗯。啊，这阿妹跟我上去了。这一个我要问一下，我要问一下这个阿妹，主要是这个阿妹，毕竟人家也没，你说的再好，人家也没有见过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再好，人家也没有见过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要，我家孩子40岁了。可邮寄啊，这个就夸张了啊，朋友们，这个就夸张了。哎，你们说的这个地方就有点夸张了。主播教一下我怎么抢红包，在这个位置啊，点开这个福袋，去发表评论就可以抢了。他是每一个人能领30的，抓紧时间去领一下。哎，阿妹，你看那么脏。哎呀，那不是更脏吗？嗯，不怕，等下回去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回去洗一下。你真的太。阿妹，哎，你们这有没有就是说，不是这种路啊？这种路太……嗯，很远的，不是这种路的话，这里走更近嘛。这里走更近。对。但是你穿的这个裙子，动不动就给你弄脏了。嗯，不怕，可以洗的嘛。可以洗。对。到时候我还要再赔你一条裙子，就不划算了。